融雪了，今天的温度刚好是大年三十，开车，车很脏，去洗一洗。我们去洗车一下，大家要去看一下洗车的情形是怎么样。可以看到够脏的轮胎那边，哎呦，底下这边后面这边好，刚才你看到的就是这边洗车，然后这边就你在里面买了大概三磅的，它洗车有几种，一种是基本的三磅，就是洗、刷，然后洗，还有吹，还有干，那个是六磅，还有最好洗的最久的十分钟左右，那个是差不多九磅还是十磅，我忘记，我好好洗便宜的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去那边，从那里。开进去，然后就是 ，Let's go。现在有个要输入这个密码，这是一次性的密码，6616616946，你给了钱输入一次性。搞错，不是这边，它有两个洗车，一个是这个是机器洗车，然后我买错了。平时我是用机器洗车，但是这个是用 jet wash， 就是自己洗车，自己动手了。好过，没事，已经给了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自己动手来洗车。这个就是 jet wash， 我只有七分钟来洗。9, 4, 6，可以呀、啊，放在这边。收工，洗的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就这样，算干净。差不多了，回家，我上班。